過去幾日，有市民喺集會現場攞住一張白紙，大家見唔見到白紙上面係乜嘢啊？係呢班市民對港區國安法實施嘅不確定、不認識同不信任嘅表態。特首林鄭月娥日前都話，港區國安法嘅制定同香港人一向熟悉嘅程序有所不同，理解市民嘅疑慮同唔明白。由宣布立法到制定條文、成立相關部門，以至公布條例細則等等，香港市民都係處於被動狀態嘅，一直等確認、等通知、等解釋。市民未能馬上信服官方所講嘅一法安香港，係咪合情合理呢？當有市民在集會現場拿著白紙叫口號，會被警方截查，這個安字從何而來呢？特首多次強調，條例是針對少部分違法人士，但是條例內容和實施的細則，畢竟對香港市民來說是陌生的，市民是否只能夠邊走邊認路，從實踐中去分辨哪些言行是不合法，哪些基本權利繼續獲得保障呢？但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的說法言猶在耳，他說全國人大常委會將來可以根據香港實際情況繼續制定相關法律，市民應該怎樣準確去認識這一條會不停更新、不停增加內容的法律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說，港區國安法是中央送給港人的禮物，那這份禮物是否就好像中式婚慶儀式當中未能盡錄的細項，就用一封包羅萬有利是來代替呢？嚟緊市民可唔可以滿心歡喜咁去拆呢封利是啊？港區國安法生效不過幾日，康文署轄下嘅公共圖書館隨即將至少九本政治書下架，包括陳雲、黃之峰同陳淑莊嘅作品。呢個舉動令到業界毫不安。即係都幾沮喪嘅，面對呢個處境。而家業界好多人擔心話有啲書係咪有危險，其實都莫衷一是。官方從來都冇一個好明確嘅講法。李旦寧係書店老闆，佢間鋪頭以政治書比較暢銷。記錄舊年反修例運動以及研究台灣、西藏等問題嘅書都有出售。我哋都係咩書啫嘛？即係國家冇可能俾幾本書就威脅到嘛？我相信嚟緊有機會慢慢收集啊，咁所以可能某一啲有關香港政治或者社會運動嘅書，可能將來都會被視為有問題。咁我希望佢可以話俾市民同埋公眾聽，究竟點樣為之禁書？而家其實都大家都係估下啊，咁有啲人會形容為白色恐怖啦，因為我都唔知道界喺邊，所以就自己審查先。自從公共圖書館對部分政治書進行覆檢後，業界憂慮日後仲可唔可以繼續出版政治書，連帶喺下個禮拜中開幕嘅書展，參展商都無所適從。咁大家其實咧就係要一個月之前左右要安排出啲咩書，要點樣？突然依家光復香港幾個字都唔講得，仲有好多呢啲咁嘅敏感詞，好多嘅，係大家都唔知點樣處理啦。是不是要再重新檢視那本書呢？是不是再 re-edit 呢？大家避了這些麻煩呢，我知道有些書店或者有些出版社呢就已經不拿這些書去了。從事出版行業超過30年的彭志銘對港區國安法下的創作和出版前景感到非常憂慮。我們是最擔心的，就反而今次只不過是一個試金石，將來我哋香港冇咗自由，咁我出版都係一啲好最前線嘅知識傳播。回歸咗之後，短短嗰23年，出版界我哋要自己第一個做啲自我審查嘅工作。呢個係一個冇咗尊嚴嘅經，係好可悲嘅。對於出版界嘅憂慮，本身係資深大律師嘅行政會議成員湯家華認為不必要。我覺得影響係好小的，如果你擺到明要去踩線，要去測試一條紅線在哪度，咁你上得山多，對唔住，終遇苦，咁啊，終於有機會可能會需要承受呢個法律嘅後果。你唔去測試呢條界線，海闊天空，你寫咩都得。佢又相信，單係創作同出版一本書就構成犯罪嘅機會唔大。港區國安法冇話到，如果你出一本書係會犯法，亦都冇講
乜嘢書係犯法。咁唯一有可能干犯到呢條條例嘅行為咧，可能就係所謂煽動、教唆啊，或者係協助。咁一般嚟講，如果你講話寫一本書，會唔會做到呢啲咁嘅嘢咧？我覺得就機會就非常之細。《港區國安法》第四條提到，香港市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但一些以往獲圖書館採購的書，依家要重新審視，是政府矯枉過正，定是言論和出版自由要重新定義？我們不是想做烈士、革命家，我們是想一個文化盛傳，或者將自己所識的東西去講出來。去到咁樣都係一種危險嘅事，唔會再有人冒得起呢個險。出版界我諗都會玩完。我喺康門做生意，如果你話有啲書唔賣得，賣咗就要坐監拉人封鋪。咁我哋嘅唯一嘅出路就係咪繼續順應政府嘅法例要求咯？即係呢個都冇辦法，除非我哋執笠啫嚇。在港區國安法之下，今年書展還可不可以好像以前那樣百花齊放？敏感的政治書會不會從此絕跡？貿發局回應我們查詢時說，只要合乎香港法例和不是任涉及不雅的刊物，都可以在書展內展出，但他們不能夠審批判斷有關的書籍或者展品是否違法。七日當日，有十名市民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被捕。警方多次出動紫旗警告市民。日前有人在商場拿著白紙叫口號，被警方截查。制定法律的過程裏面，跟香港市民熟悉的程序是有所不同。市民在這段期間有一些疑慮，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是可以完全理解的。港區國安法實施一星期，政府今個星期一晚再公布第43條實施細則，但是相關官員直到星期二才首次到立法會回應議員質詢。建制派一致歡迎條例生效，但是就警方執法的權力和依據提出疑問。內部有什麼機制呢，是避免呢有關國安法執法人員濫權呢？七個措施的權力，有四個是現有的法律裡面的，所以那四個呢，簡簡單單來說呢，是沒有需要我們特別去關注怎樣去培訓他的。另外有三個新的呢，我們是有一個運作的原則和指引給了警務處。警方是不需要手令就可以入屋搜證，可不可以將這些所謂緊急情況的定義或者可以列更細出來？因為如果你的目的入去都是搜集的證據，而很快你都知道它會毀滅了的。現有的條例槍械條例裡面有的，那就防止賄賂條例裡面也都有的，對手可能是一些很國家級的人員的，所以行動更加要迅速。幾百頁啊，本嘢應該就逐篇。幾位泛民議員同兩位官員唇槍舌劍。我舉起呢張白紙，請問我冇違反國安法啦？咁即係人權法案，舉一個例，同國安法不一致咧，就係國安法凌駕於人權法。第一咧係唔會不一致。第二咧，請你聽清楚。喂，呢度寫住如果不一致啊！解釋你唔明白乜嘢叫本地法律啦？今日咧，林鄭講咗一句説話，佢話訂立國安法43條細則保障人權，難聽過粗口啊！你兩個令到香港係面對最大嘅困難，係講緊好多人要走要移民嘅時候，你兩個要唔要負一啲嘅責任？郭家麒嘅發言咧，係粗口都不如啊！是你講我邊一句係粗口都不如，簡直因為你講嘅敗類啊，非常唔道性。但係根據基本法第70，泛民議員不斷追問國安法係咪凌駕基本法？國家安全法咧係按住人大嘅決定、憲法同埋基本法去制定出嚟嘅，
所以不存在一個你所提到嗰個凌駕唔凌駕，而佢哋係相輔相成嘅。如果有衝突嘅情況，係基本法大定國安法大？涉及國家安全事務咧，係用國家安全法去睇一件事。另外，中央駐港國安公署正用銅鑼灣維景酒店設立臨時辦公室，但係事前一直未有公布詳情。直到星期三朝早舉行揭牌儀式，只有個別傳媒獲邀採訪。嚟緊特區政府有咩計劃令到公眾更加理解條文？呢次論證嘅嘉賓咧，係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先生。局長你好，主席你好。嗱，我哋先傾下嗰個實施細則，好唔好啊？即係呢個話，我覺得政府呢次辦事真係神速。嗰、那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冇耐咧，就已經根據呢個港區國安法嘅第43条咧，就制定咗呢個實施細則。即係講截取通訊先算啦。你過去咧係要真係要法官批噶嘛？咁你而家唔使啦，行政長。咁你話唔係喎？我根本係受呢個國安委監督嘅喎。咁行政長官可以委任一個獨立人士嚟睇。咁但係始終都喺翻你個行政系統裏邊。而家我即係感覺得到，可能社會上有啲擔心就係咁，會唔會真係俾太大太絕對嘅權俾我哋嘅執法機關，就變咗咧？我哋通常講即係話司法啊，甚至立法機關嗰個制衡就冇咗咧？嗱，呢個正正就係我哋要制定細則。喺行使啲權力嘅時候咧，警務人員咧喺嗰個細則裏邊講明咧，佢係一定要話不切實可行嘅情況之下先可以行使呢、這個。但最重要咧，喺我哋特區政府嘅執法部門23年嚟咧嘅執法咧，我哋睇到佢哋啲執法嘅標準嘅。嗯，我哋覺得即係喺呢方面咧，香港嘅執法部門特別係警隊咧，係做得我哋佢係符合規則嘅。當呢、這個獨立嘅人士咧，佢受行政長官任命咗去幫助國安委去睇下警方有冇遵從呢一啲咁嘅規則嘅時候咧，佢就發揮作用啦。而且咧，佢係要向國安委提交一個報告嘅。再者咧，我所發出嘅嗰個行動原則。運作原則同埋嗰個指引咧，我都係公布咗嘅，係喺憲報度登咗嘅。嗰、那個運作原則咧，就係要確保佢嗰個相稱性、比例性同埋嗰個必要性咧係符合嘅。我哋一路都其實好安全嘅香港嗰個成個社會，係咪而家政府嘅研判咧就覺得真係呢個危害國家安全嘅現實性去到咁嚴重，非得要即係增加一啲？呢啲咁嘅執法權力不可咧？我哋睇到喺過去12多個月咧，香港譬如港獨以及其他勾結外國叫我哋制裁香港咧，呢啲係好囂張嘅。香港獨立呢樣嘢咧，雖然係喺國安法宣布生效之後咧，先至刑事化咗佢嘅。嗯，但喺我哋回歸第一日都唔應該有港獨嘅，係基本法講明。香港是一個不可分離的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部分的嘛，所以只是因為我們立不到23条，而這個錯誤的行為在23年都發生緊，當然近期發生得非常熾熱而且嚴重，還是勾結外國勢力來到去鼓吹這些政治的目的的。到了這樣的階段，其實都不是特區政府的研判那麼簡單，這個是中央的研判。在這個法律頒布實施之後，呢啲咁嘅違反國家安全，即係港獨等等同勾結外國勢力嘅人士同埋團體，有退出，有自己話唔再做，有直情離開。所以我哋係而家其實咧，好希望咧係以防範制止嚟到令到大家唔好再犯一啲危害國家安全嘅罪行。嗱，而家咧即係法律就制定咗啦，跟住下一步仲有冇再進一步要做啲咩嘢咧？最重要嘅，反正係防範同埋制止，呢個亦都係我哋嘅目標嚟嘅。譬如你睇外國咧，
亦都唔係淨係針對人員嘅，嗯，啊，符唔符合國家安全嘅審查，而係成個制度、成個程序，睇有冇漏洞，嗯，嚇，呢方面咧，咁呢個特區政府都會跟住做。特區政府喺過去喺呢方面係弱嘅，嗯，因為我哋冇廿三條立法，成個社會對呢個意識都係薄弱嘅，嗯，咁所以必須而家係建立。你估計短期內會唔會有好多呢啲國安嘅呢個案件會出嚟要去法庭嗰度審啊？如果在其他方面做的工作做得好，而社會亦都有呢個意識的話，其實我相信違法的行為咧係會一路一路減少嘅。當然啊，喺立法的過程人大常委佢點樣考慮在追訴期嗰方面咧？是人大常委的一個決定，但係正正是而家我哋喺呢個國安法生效嗰日之後，刑事化有關的行為咧，大家就要認清楚而家法律的要求同埋個人的責任同義務。所以如果以前做了一些係唔應該做的，而家都應該係爭取翻改過自身的機會。嗱，咁我希望咧，呢個國安法實施一段時間之後咧，就無論香港社會或者國際上邊嘅嗰啲疑慮咧，都俾事實係證明係冇根據嘅，可以消除。簡單嚟講，你記唔記得一地兩檢？呢個高鐵站係開頭都有啲妖言惑眾話，突然間你就失咗蹤，俾人帶咗翻嚟，但冇發生過，兼且帶嚟好多便利。我相信喺國安法裏邊，我哋喺執行嘅一段期間過咗之後，特別在其他方面防範制止，我哋做的工作做得好，咁肯定我哋的生活就會正常，兼且可能話啊，譬如一年後係喎，國安法其實係生效咗啊，我都唔覺得我有咩變化，除咗我的生活更加安心啊、太平之外，我相信個情況都係類似。嗯，多謝局長同我哋解釋好多問題。多 謝主席。你哋今次嚟係完全冇違反政治中立。公務員政治中立、效忠等問題近月引起廣泛爭議。政府昨日就公務員宣誓提出建議，有工會就擔心變相要公務員在政治上表忠。我哋嘅工會立場好清晰，宣誓呢樣嘢咧係冇必要。表忠呢樣嘢咧，其實係義不容辭、理所當然嘅。要求公仆宣誓会不会改变长久以来公务员政治中立的取态呢？颜武洲是新公务员工会主席，上个月中他们联同另外22个工会就港区国安法举行罢工公投，但遭到政府连日抨击，认为是违反公务员政治中立。政府一直以来的言论就是我们走出来反对国家安全立法，我们那个投票内容里面是从来没有提及过反对的字眼，对于一个这么影响深远的法案，其实应该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如果我们有对政府的政策有特别的意见，但是当它未成为政策之前，在制定的过程中，我哋可以私底下咧向特首啊、政府反映嘅。陈耀光系香港公务员总工会嘅前主席，佢话佢嘅意见唔可以再代表工会。佢个人唔赞成公务员就政治议题表态，认为会动摇市民对公务员嘅信心。牵涉到我哋嘅服务条件，牵涉到咧我哋嘅薪酬。呢、這個作為公務員工會咧，就係絕對咧係有需要咧，係同政府咧去作討論啦。但係咧，公務員守則咧限制咗我哋咧，絕對不能以公務員嘅身份公開地去同政府咧搶一個反調。公務員守則規定，公務員必須對在任嘅行政長官及政府完全忠誠。但是早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的一番言论，令大众对公务员角色更添疑虑。是有这两重的身份，既是特区，同样地都是属于国家。牵涉到双重身份，换言之，你真的有两种不同的考虑。咁推行政策的时候，牵涉到内地的时候，同时应该以哪样利益为优先？
我哋都深信，如果當國家受到損害嘅時候，香港嘅制度一定受到損害。所以我覺得咧，以國家嘅利益咧優先咧係應該嘅。公務員執行職務嘅時候要考慮兩重身份，政府昨日更加向立法會提交文件，要求自7月1日起入職嘅公務員都需要簽署文件，確認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有工會擔心會增添公務員嘅政治壓力。其實咧，你公務員守則啦，或者基本法都寫得好清楚，即係對特區政府負責。咁你夾硬再加多呢件事喺度咧，其實背後含義係乜嘢咧？由邊啲人去判斷？到底哪些同事是違反誓言，這些政府都要交代很清楚。政府試圖強化公務員效忠特區的角色，不過亦有評論認為現職公務員已經簽署僱傭合約，如果要附加宣誓要求就必須重新釐定合約。陳耀光認為要求新入職公務員效忠基本法無可厚非，至於現職公務員就應該被他們選擇是否自願宣誓。我哋已經入咗職嗰啲咧，其實我哋因為當時又冇咁嘅要求啊嘛，但係我覺得應該要 offer， 即係要俾出一個咧所謂選擇俾佢哋。就正如我哋咧有啲叫做自願離職啊、自願延長退休啊，全部都係自願噶。我諗佢最主要做緊嘅嘢係阻嚇咧，即係話任何人參加一個政治嘅運動嘅話咧，最初就警告，咁如果客唔聽，真係會違規嘅話咧，咁其實就可能會有即係譬如各種嘅處分。學者馬岳預料，宣誓只係第一步，公務員未來將會面對更強硬嘅整頓。DQ 事件咁樣，咁選舉主任好大程度上就本來係一個公務員，咁自從釋法之後，就變咗佢哋可以有一個政治判斷嘅角色。判斷嗰個候選人是否即係支持基本法，咁結果就慢慢會令到即係一般嘅香港市民對所謂公務員政治中立咧個信心係越嚟越減退。政府就話引入宣誓有助推廣公務員團隊嘅核心價值，但係點樣確保公務員本身應有嘅自由同埋權利同樣重要。